多少酒啊你？白酒我喝一杯，我让我给他拿了牛肉干。白酒喝一杯呀、啊？啊，那孩子就搁这坐着了呢。上厕所就抽烟说，说上外头抽烟去，抽烟你就抽烟去呗，回来就把人孩子就拽过来就揍人家，那不全揍吗？谁揍啊？就那喝多的那打他了，打那小孩，打那小孩，小男孩。我坐后面这个，他换了个座，然后我俩就坐你旁边。行为呀，行为估计行为没招，我给你打换。看视频上澎湃。